你来 Q。我说呀，你自己 Q 吧。哇，我也来了，我们的贾诞生的武林大会。这个真的是期待已久了，终于在生日那天就实现了。像我哥的生日，然后这个武林大会重现，啊、重现啊，大家可以重新现世，整个江湖又开始血雨腥风了。哇，我们起来了是吧？没办法，毕竟实力在这摆着呢。你看这位和狗待着一起的这个男士，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只存在于电脑里了？我被看到旁边有一只狗，哎，换成另一只狗，两只狗啊。我们不 care 他，不 care 他，不 care 他，自己先玩会儿。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我们聊一聊咱们这个武林大会啊，然后再想，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武林大会啊，它的始办之初是为了什么呢？你们有没有谁还记得？其他哥哥姐姐都在练习，然后我们周日去看武塔大会。然后那个从武林大会创办至今啊，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届武林大会了，不过都是在韩国完成的。然后到中国的时候，我们这个武林大会这个习俗啊就开始不复存在了。今天呢，借着我的生日，我想让他再重新回归一下，回归一下郭四儿这个充满血雨腥风的大江湖，是不是？于校长、于掌门，什么充满血腥的什么？血雨腥风。你看你够红吗？啊，贾大宝。你看这够红吗，贾老？这个不是不知道什么门派的长老对我不太尊敬啊，怎么办呢？这最左边的那是什么派？最左边是什么派？那是茅山派。算是认输派，当时算是。我不打，我不给你。那是茅山派。哎，两个小人可以说一下今天谁第一个给你说生日快乐的吗？今天李琦第一个跟我说的。本来今天我要给我哥第一个说的。你行了，你没有资格。那你还有几个就是？龙龙，那个第二天才跟我说。就是睡觉醒了第二天再跟我说。你看我是几点？你看我是这样子，我把那个字已经提前打好了，我打的时候睡着了。哎呀，那不还没打吗？七点多跟我说生日快乐，睡着了。然后你看我早上醒来立马，我说七点半。立奇一过十二点就跟我说了。是。我忘了当时是。爱淡了，梦远了，感情淡了。大家不知道这首歌。于小雨12:22在我发的朋友圈底下说了个生日快乐，然后一直到今天现在还没有跟我说过一句生日快乐。怎么了？我还送你一个蛋糕呢，生日快乐蛋糕。你看他还不说啊？我觉得于小雨这样了，一会儿的话，我就让于小雨先来挑战我，我给你这个机会。晚了，生日快乐。晚了。不是贾泰森可不吃这个亏啊。贾泰森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我在出行程的时候，我们有在一次关于舞台的一些设计还有走位各种方面上有一些分歧，然后这个分歧呢就导致矛盾可能进一步的增生。因为当时大家这个情绪很激动，但是蒋火车呢他摆出这样子拳击的这个姿势之后，所有人都笑了，就是大家的那个情绪瞬间就怒火值就内观分数下降啊。小五哥，我来当七哥。你跟七哥演吧。七哥不要跟七哥，他正好在角落里被逼无他在角落。这刚是因为什么事？因为舞台的事儿。我然后当时在门口刚进来，然后就哎呀，一点也不像我了，一点也不像。哎，七哥，我来当你，你来当我，我来当你。行，给你这个机会，你就往你自己的房间走。你给我什么？我往自己房间走。来，齐，我觉得这事咱俩得讨论一下。你接着走，你讨论嘛也不讨论。不是我接下来讨论一会儿了。你讨论嘛呀？你快，别给我动手动脚的。讨论一下。我别给我动手动脚的。齐哥能听到吗？好，我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我们说一下正经的事情。我们有多久没有开武林大会了？有好久了，因为我们感情逐渐升温，所以就不需要。2021年没有，2020年没有，2019年没有，2018年的。2018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三年了。对，是。之前呢，还是要靠肢体的优美动作来化解一下彼此的恩怨。现在就直接语言。我们现在是嘴炮。现在是文学。嘴炮。他为什么去三亚度假了呀？哎，你为什么去三亚度假呀？他在穿越吗？你能听到吗？什么？听不见。姐，就是我想知道一下，你为什么没有能来现场为贾虎哥
庆祝生日，是因为我在给他准备什么惊喜吗？因为我在家最严格。你眼睛怎么了？你太别的了。齐哥需要治一下眼睛才能清楚的。行吧，那就原谅你这次不来现场吧。哇，就这么轻易就原谅了？那毕竟人家，哎，他第一个跟我说的生日快乐，你们呢？就看他搁那干嘛？你干啥呢？他在练习舞蹈动作。他在练习舞蹈。哦，在练变瞬移呢。哇、哦，就是也像我们齐哥，你来变个魔术呗，你来变。没了，变过去了，出来了，变一个，哇，什么小子，变没了，变，好，咱不理他了，这次出不来了，都不理他了，咱不理他了，来吧，咱们就开始咱们的，站远点，这第几届了呀？第五百二十届武林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二一。哦，加太来吧，时间来，来吧，快，飞哥，时间来，音乐一点，这边上去了，龙哥，来吧，谁来？快，牛啊！哇，你在干嘛呀？激情啊！李老师，我来，谁来快点？齐哥来吧，齐哥来。炫，要不进你吧，来。炫，不是，那我就直接躺地上。来，裁判受不了，该注意安全啊！一，二，哎，不行，你快点来，于小雨，你这么怂的吗？来了。来，你们要来那个记者采访之前的那个对视，头的对视那个来。好。You bought the good, the third, the good. 先碰一下拳，三二，测量距离，三二一，开始。就这样吗？哇！那给我脸上打吧，我给你把他打，鼻子骨折。可以啊，你们这个角度动作非常规范，非常厉害啊！行啊，受不了。来，我来问一下。我小叔呀，什么采访武生了？采访武生。正式开始。OK。你是谁？哦，如果这位观众爆摔呀，这位观众，如果你在地上，该开始了。觉得已经惊讶了，你看七个都惊讶了，给七个人开一镜头。我觉得，不要。OK， 给你吃个奖。哇 ，Three, two, one, fight!菜鸡骨折，我菜鸡骨折。No. 但好像那个合同里边那个人物啊，打不一样的，打错，那打错对了。胜负也没有分出来，然后于是呢，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 battle 好吗？来吧 ，OK， 规则呢如下。众所周知啊，武林大会，必然每次都是腥风血雨有所伤亡，但这次呢我们不一样，我们比较 peace 啊，我们比较和平，所以说我们就先宣誓啊，我们一定要和平的进行我们的武林大会，没错，所以我们的宣誓内容呢就是。第一什么玩意儿来着？绝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不对，第一，绝不意气用事。绝不意气用事。第二，绝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看哪个？第一什么来着？第一，绝不意气用事。来吧，五三二一。说，一起说。三二一。第一，绝不意气用事。第二，绝对任何一件坏事。第三，绝不漏。第三，绝对裁判。裁判不会漂亮。漂亮，绝对裁判不会说，不会说队员。裁判漂亮。第三，二一开始。第一，绝对不意气用事。第二，绝对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第三，绝对裁判的工匠漂亮。裁判机器人蜻蜓队长前来觐见。武林大会，成员。贺兴龙，文书亮，你们先，你们谁要挑战我？我太，你看见了吗？没有，太，来吧，那我要先挑战一下五哥。好，说让我先挑战我。
来吧，我要挑战加五个。哇 ，OK， 先挑战加五个。哇，自信啊，就哇自信的男人。就是你定彩，就是挑战的内容吧。我觉得，你看，咱俩既然都是金牛座吧，哎，咱俩就看比谁钱多嘛。哦，那我可能刚过完生日的话，可能就太多彩了。了解。那这样吧，把公司这一个月的一些发票，咱们来算一算，一共多少钱吧，看咱们花了多少钱。来吧，无所畏惧。哎呦，那上道具吧。这局拼的是智商和脑子。二一开始，我先让你十秒吧。我先让你十秒。不是，他是我先让你十秒。他是只用把所有的金额算出来就行了，对吧？对，我先让你十秒好吧。十三二一四九九八六十九点四五五四。行行，你赶紧算吧，别再把自己算了。我算完了。嗯。250.89元，250.89元。它上面写了九笔行程，合计250.89元啊！它上面写了呀，这写的呢，不是得看题啊，答案就在文章里啊 ，bro， 不是在要上吗？太丢人了呀！哎呀，真搞啊！哎呦，妈！本以为这是个演员，你看他的笑啊！他觉得很有意思啊！是谁的？因为我想着这肯定是个公平公正的游戏，肯定就是上加五啊！不是，都咱俩纸上都有写着的，你不念有什么办法？我原以为真要你们把这都算了，我也真要你啊！作文的时候就是什么，我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答案就在作文里，他已经准备好要锤我们的导演了，果然是靠智商赢的。赢了，靠观察，这就是主要是想让徐亮一把，因为我生日的话，你看徐亮毕竟不能输太惨。哥哥，哥哥，太好了。来来来，下一个了，谁要挑战我？我来了，认认真真。行，够了啊！我应该再晚一点说的，等到上了第八幕的时候，我就给他说。哎，是狗狗来呢，还是小雨来，还是蓉蓉来？狗狗来。狗妹儿，鉴于你刚刚的表现，让我很不爽。来吧，现在来，咱俩来 battle 高音来。行，那就这样吧，先用那个自信啊，勇敢的男孩。哎呦，拿我擅长的啊！天哪，我让你先行吗？我擅长的东西，我让你先。勇敢的男孩，勇敢的男孩。勇敢的男孩，勇敢的男孩，勇敢的男孩。等我一下，这个额外的某种魔力加持是不允许的，咱们这里就不能这样。谁呀？就我有点怀疑是某种魔力。谁呀？开玩笑，开玩笑，你来。干什么掉来着？勇敢的男孩。谁来个？勇敢。谁来谁来最高的勇敢的啊黑了刚刚由于啊然后舒扬把电脑抬起来然后把栗子旗给送走了然后现在终于经过一番调试然后又连上了对我们就继续刚刚的高音挑战勇敢的男孩勇敢的男不对一样了完了，狗已经秒杀全世界了吗？没有啊。勇敢的男孩，我敢自己玩起来。勇敢的男孩，勇敢，贾泰森 win， 贾泰森 win， 这一局算加我 win 吗？我还有两个就可以多获得一项生日愿望。来吧，所以说就看你们了。真的能让你得吗？强强联手能让你得吗？啊，那么下一个就是我来，我俩了，你来。你小雨要来挑战我。你要来挑战啥？油腻挑战吗？油腻挑战。你们俩这油腻是要多油的？仰卧起坐，油腻挑战。对，油腻挑战。然后就是起来，我们两个互相攻击对方啊，以表情啊、肢体啊什么都 OK。看谁躲开谁，眼神闪躲，看谁的眼神先闪躲，谁就输了。但可以长，但是不能离开他。但这种挑战对于我加财森来说，一切都是没有挑战性的，好吗？你看我的抗击甲能力，没得说。来吧，来吧，来吧。能力多少多？你就为什么爬过去？
来吧，先躺下去，先双方都躺下去，来一下。躺。来吧，躺下去。躺。啊，晚安，兄弟们。三、二、一，开始。报仇要报仇！我那麻烦两个。啊，需要啊！我觉得可以给他来个慢动作，你知道吗？哎，闪躲了吗？这算闪躲了吗？不行，我要给他一次机会，再来。我不要。你是晚上会做？你跟龙哥做一个。我还没说我做的吗？不行，我要让你们两个再来一次。我还是比较矜持的。不行，你就来我说，我命令你。我跟狗和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我不要来。命运，石头剪刀布。我说赢的人来，狗啊！我说赢的人来，赢的人来。这谁要说的输的人来啊？他没说，我没说了呀。他说了输的来来来，他说输的人来了吗？哎呀，我不来啊，我做不到。你已经注定了，你已经狗，你可以。家具准备好了，家具。这卡机了，你快救救他！救救我！你快卡死了。来，没关系，七个卡掉了。那就放个照片。来三，根据各位，来三三，我应该是动作。龙哥教你七个，再哥也能教你什么？哎，快点吧，你们四个人一块来挑战我，你们四个来一块在这躺着做。好，起。好。我差一点，我傻了。行，狗妹这个对我杀伤力太大了，狗妹这个。来，我挺喜欢这个兄弟。我就按照狗妹，我就按照哥哥的狗妹，不要费时间，你怎么了呀？有导看观看这个视频的所有人，一定要把我特写给弄出去啊！来，他现在来很好，来三二一，起。看你俩谁做更过。我不知道，我就是接受不了，但我一点都不恐怖，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很失败，我连狗狗这个也赢不了。不过没关系，这个挑战要挑战我的是于小雨的，我已经赢于小雨了。行，所以这局算我赢了。我惜败了。所以看土味也是有好处的，好吗？人间有狗味。那最后一个是要挑战什么呢？狗狗好像是被我打通了任督二脉，我让狗狗上来陪我做这个俯卧撑之后，它就变成这样了。我不用负责了，我知道。狗狗有点恐怖了，狗狗现在。那就是龙龙挑战什么？来挑战舞蹈。舞蹈好。我给你想到一个很好玩的练习舞蹈，就是你还记得这个上次生日的时候，就是关键词舞蹈吗？哦，对，就行，可以。我无所谓，只要你们想好，随便来挑战。然后我来给大家出关键词，然后你们跳。OK， 行，好，毕竟我是无敌的。哇，咱们不是同时代的人，我为什么来不及送的？来，第一个关键词，甲鱼打电话。前头，甲鱼打电话，怎么打电话？甲鱼上厕所。喝酒洗脸。喝酒啥呀？妈的，洗屁股。甲鱼不好意思。他在干嘛？甲鱼抠脚。我什么？我在家我抠脚。抠脚，你这。不知吗？哇！哎，我蹦为什么没那么多事儿？我刚没蹦吗？我是没蹦吗？你这蹦，我也可以啊！哇！拳击比赛，你俩搁这互打呢，打配合，打配合。哦。
兄弟打赢了，和兄弟打赢了，和兄弟打赢了，和兄弟打赢了，加油打赢了，太棒了！和兄弟输了，非常惨，我兄弟，这就是不行了，龙哥输了，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就是开心，就玩。打假赛，打假拳，龙哥来个鲤啊，龙哥鲤鱼打挺。要不给他来个护肤饭？我说弟儿，哎呀，你用的太累了，我真服了。怎么没打起来？龙哥逼过来。江哥给他扭秧歌。那我们打屁屁，你们俩跳那个双人舞，那个什么交给我吧。你俩就跳这个，就跳这个，我来给你们俩动作指导。对。Baby， 今晚打老虎。刚刚呢也是我获胜了吧，然后对吧，是肯定是我获胜吗？确实啊，对啊，那所以说三个人公认的对吧，公认的，我所以说这三个挑战我也赢了，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额外获得一次实现生日愿望的机会？对，那我的生日愿望就是给我买个 iPad 可以画画的那种，然后内存大概是256G， 最好，然后大概尺寸呢是这么大的那种 iPad， 对，就是现在最新款上市的那种，这是我的生日愿望。至于，对，这个视频发出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那个 NCC， 然后那个 JYP， 然后再艾特一下腾讯是吗？腾讯就算了，怎么给你呀？是腾讯，先艾特这两个吧，看哪个能帮我实现了。那先给家伙说生日祝福吧。行。这是烂车。你还活着呢？你换表情了呢？哎，你还活着呢？你刚刚跑出去这么久，拿个假照片在这挂着，立奇，你当个人。闭嘴吧，我给他闭嘴了。你想说话吗？孩子，他现在在说话。看得到吗？我就知道他刚刚觉得是这是个照片，你神经病，你哥在这装张个嘴。来吧来吧，咱们继续，先不理他这个装死的人。来，我们继续啊。哎，蛋糕呢是因为场地问题啊，所以说不是不允许在这个台子上吃东西，所以说我们就一会儿就到咱们的那个餐厅之后，对，我们干饭的地方再吃。现在呢就说说对我的祝福吧，也不多要求，一人先准备个800字左右吧。那太简单了，就加我个800字。那你8000，8000的论文写个论文。8000太少了。祝你午茶。我可以写本书吧。祝你吃完午茶。假大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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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假大宝。哇哦！我先说吧。你说。17岁了，也是个小大人了，马上也要高考了。一个15岁的孩子这么跟我说话。我14。今年15，小儿子。今年还没过生日，但今年15。不是，现在是虚岁。好，这不是问题，咱们继续，你先说吧，人家热情。也是这个小男干了，对，确实，也要马上高考了，然后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是啊，就是别的没什么，就是自己的时间管理要分配好，好吧？好的。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时间管理，学业管不不不，不是质疑的能力，我只是想说在座的各位，凌晨一点还在跟 Joy 打闹。行，说完了吗？说完了，你来说。好了，时间管理。嘉博哥生日快乐，然后今年17岁了，我非常的羡慕啊，但我又觉得你就是你就没有小一岁，有点老了。但其实我现在按标准来说我才15岁。还有标准呢、过完生日再过7天就第二年了，他立马就17岁了。你看啊，15岁啊，过完生日立马就16岁。这是个过完生日过7天就16岁了，因为马上就2022年，只要他过完生日就代表马上要第二年了。不过我现在非常的羡慕。那肯定谁都知道啊，要不然我羡慕他们。你羡慕他。然后希望嘉博哥新的一年可以变得越来越帅，身体越来越。你是在说现在我不帅？身体越来越健康。你继续说，我现在身体不健康。你应该祝愿嘉博哥新的一年越来越油。你说我现在不幸福。然后希望你能赚更多的钱，以后带我们去玩。行，感谢。
然后我到我来说了，感谢感谢。哎，嘉武哥马上十，嘉武现在已经17岁了，然后马上18岁了，然后马上就能考驾照了。希望嘉武哥可以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带着我们六个一起出去耍，带着我们五个一起出去耍一耍。然后也是我们 Boy Story 第一个，也是我们 Boy Story 第一个成年的一个哥哥吧。然后从一开始就非常有担当，然后到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到现在呢也是非常的自律啊，大家也能看到他也没打，我先这会儿算我怕被打。那个嘉武哥现在是17岁了，已经马上快18了，那么他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有大人的身影。然后怎么说，就首先祝你17岁生日快乐，虽然没有在第一个啊，虽然我已经做好准备第一个给你发了，虽然没发。12点一过，我本来等了他们两个出来冲出来跟我说生日快乐，结果没想到等的是7个的主播。哇，两个在那玩，都在那玩，就在那玩，就十个博生跟你都这样玩。Okay, 反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现在越来越长大了，然后也有自己更多的想法，然后希望你可以好好带领我们这个团队。然后其实不用你说他也知道。奇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他没什么想说的，你赶紧走吧。他说了够多了，他直接表示很惊讶。他已经第一个跟嘉武哥说生日祝福，他昨天其实也有跟我说一些，我觉得到时候给大家说一下就行了。哇，说了多少？700字。OK， 嘉武哥生日快乐，开心最重要，好吧？拜拜，开心最重要。拜拜，我也有跟大家想说，拜拜。作为 Boy Story 的老大哥，我今年也17岁了，然后过完17岁。马上就该迎接我的成人礼了，对，马上就成人了。十八了之后，18岁之后，我竟然不会怂这些哥哥们。别吧，没有开玩笑，我一定会保护好弟弟们，不会让弟弟们受到伤害。我们不会骚扰，也会越来越好。好，加油吧！保护我们，干嘛加油吧？谁在这不让我做？没来过。哎，21了，现在。快成年了。